家。他真的太爱买，我们家全部都堆满这些东西。还为了放这些东西，我还要再买柜子来放。是什么占位杂乱物，让同居人愤怒拿出来拍卖？三。Hello Kitty 的女生不会变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举牌，你不要乱放。我想这一段婚姻也算是假结婚真敛财。还没有看东西，我个人就想出家。开，开，请看。这一步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一步，一二三，开。拍那个照有真的有泄密之嫌吗？我们现在不要没关系，要讲一下综艺了。我们现在要讲真的，我就跟你讲说，所以说我们何必要这样去？因为不是他的，不代表本台立场。进吧，姐姐，我也害怕啦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乐色场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老是另一半乱买，小朋友乱买，这个家怎么待呢？而且太可怕，而且夸张了，就是那种，譬如说沙发，沙发全部都堆满了，哎呦，连坐都不能坐，人不能坐嘛，都做一些无微不微嘛，对啊，做一些对不对？乱七八糟，人不坐难道给小三坐吗？不行啊，也不行，所以把它清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来的几组人马啊，他们要好好控诉他的另外一半，或者是另外一半的朋友，或者 anyway 同居人，同居人室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一边呢，他们是来干嘛的？要来买垃圾的，资源回收仓。你们这一对怨偶算是处理得很好，家里买。东西互相研究吗？哎，不会，不研究。他我当然，我们是试图想研究，但他永远就是不理我的感受。先跟我们家还有研究可言吗？一研究下去，我就什么都不能买了，没有讨论的空间。当然没有，不是偷买红酒吗？喝完了，喝完了以后才讲出来嘛。处理完了，太有趣了。我说你的记性怎么这么好啊？当然，我就是重提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有韦恩啊，这旁边还有。讨厌全家都美吗？没有，你们是全家都美，三姐妹对，这我大姐，然后还有二姐，还有二姐，对，哎呦，太好了。姐姐呢？姐姐现在是在做什么？美女啊，从事设计啊，设计，有，好棒，有机会有帮我设计一下，设计一下健康啦，设计。哎呦，这位是嫂夫人，这是敬爱的大姐啊！哦，姐姐，各位观众 ，I got you， 对不对？是我大姐，是姐姐，干姐，干姐，干哥，干姐，姐是启军，启军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华干的姐姐，她是英文老师，英文老师哦，难怪启军，欢迎詹维忠老师，哎，沈哥大家好。宝贝女儿，对，宝贝女儿，多多指教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这么塞呢？嘻哈，嘻哈，要融入啊，是吗？有这个主题吗？你不像嘻哈，你像拉西啊，拉西，拉西的事已经没有了。宝贝，宝贝，爸爸老爱乱买吗？对啊，然后家里都堆满。哦，其实这家里面只要把什么东西清掉，家里就干净了。真的，宝贝，有个东西清掉，就是把你爸爸清掉。一下就好很多了，哎呀，天哪，真是！好了，还有一组，哎呦，Wilson来了 ，Wilson， 哎，拜拜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老公应该算是很疼你了啊，对呀，才会养到57嘛。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人家体重比老公重，已经很气了。你几公斤啊？我自己，我现在还是61啊，很瘦。差3公斤而已。好好，咱们就直接来了，好吧？各位，许维恩跟她漂亮的姐姐，来。这些东西太定得，同居人受不了，决定拿出来拍卖。第一组人马，许维恩小姐，还有许露儿，露儿姐姐，哇，太，怎么家里都对呀对呀，美成那个用美人胚子嘛，先来 say hello 一下。嗨，大家好。哎呀，露儿对不对？哎呀，而且还是个才女啊，本身是做设计哪一类的？哪一方面？室内设计。不得了！我天哪！你看我这么漂亮的设计师，我下次来帮我们家设计一下。可以啊。不是，我
是说介绍给布尔要控诉一下，控诉一下。他真的太爱买了，太爱买，他买哪一类东西？就是买一些其实很不着边际。哎呦，不着边际，不实用，对你来说超级不实用。你看这个画面拍许巍好性感，好像没穿衣服。咱们直接来看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。天哪，全部是 Hello Kitty 哎！真的，我的最爱。来，这都是手机吊饰，你看好可爱。你有那么多只手机哦？夸张吗？这个有点夸张。那你有那么多手机吗？没有，就收藏啊，而且很可爱，而且它都限定版，每一个就是日本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限定的，限定版然后都不一样。这三个字真的是害死人，这几个字已经。把多少人搞得倾家荡产？对啊，其实也真的没有限定版，这个我在那个 Seven 也没有。可是就是每一个地点它都有不一样的特色。限定版，它这个应该叫做，我看它有写哦，傻瓜限定版。傻瓜，要骗你们这种傻瓜。是这个的，这个大枕头这是什么？这大枕头我可以抱着它睡，抱着，而且对啊，哎，所以是有许文恩的味道在上面。许文恩的味道。是吧？还我跟你讲啊，这里面全部我看了一下，唯一有功能性的只有一个，哪一个？你知道吗？哪一个？就这一个。对，衣服。后面。这个不是啊。这个最实用。拿来垫的啦。拿来擦。卫生纸。唯一有功能性。我们要讲的是这衣服也可以穿呐。这是衣服吗？这不是毛巾哦。对，这是毛巾。没有，它是披肩，它是一个那种斗篷，很可爱的斗篷，对，很可爱。里面最贵是哪一样？这个。好，来，怎么样？那个这个是黑色塑胶袋。它是一个名牌包包的那个联名。哎呦。对。哇。哎，这个是用什么编织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那个名牌，他们那个很有名的名牌包包，他们就是专门都编织的，然后他们就联名 Hello Kitty。哎，真的是 Hello Kitty， 这个还它的橘橘还在。然后这个是有个故事性的，因为我之前在那个澳门工作，然后那时候还只是当 model， 比较没有那么多钱，去赌场就是想说看了这个包包很好看，然后自己又没钱，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。目标达成哦，所以于是就到了那个赌场赌了一把，所以就赌钱就所以这个你就赌到他了，对哦，我赌到的哇，因为我不爱赌的人，然后可是我想说我要告诉自己就是达到这个目标，对我就收手，对就收手了，于是就赌到了，好开心哦。这个卖多少钱？这一个我真的那时候买的时候8万块，台币8万。你有在背吗？平常这超不实用的，可是这个它很时尚，可是其实这个包包单拿就很重，对对，这怎么搭？超重。Hello， 我奶奶有一个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它颜色是那种红白两色。奶奶的编织包塑胶袋，对，那个买鱼都会送你几个这样红白塑胶袋。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哎，这8万块，你这干哥啊，干哥，很好看。上面还有 Swarovski， 这是包包吗？这像不像厚的垃圾袋啊？对，很像，而且那种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八万是那种垃圾袋，这个太过分了。吸管，许维恩小姐，对，哎，它里面还透明的，对，你装东西都看得到里面啊，好特别。这一个一定很多人要买。很多人要买，对不对？因为闲货才是买货人，这么多人闲成这样，很多港星也很喜欢背这个，那时候非常流行。许维恩小姐，你真的背过它吗？有，我背过，背过三次，在家里背吗？在家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宪哥，他这个包包你背出去，走远一点，肩膀就脱臼了。不是，太重了，脱臼。他现在已经脊椎有侧弯了，保证有的。我跟你讲，有、哎。今天准备是要拍，把这个拍掉吗？录了。全部拍掉、啊。全部吗、啊？全部、啊、可以不要了。等一下，可以不要。包括这个包包吗？当然，这个也是。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。尤其是这个东西，哎，看我抱着它睡觉，哎，尘螨啊，过敏源，过敏源，对对，我们家又很容易过敏，然后他又讲不听，就一直要堆这些东西在沙发上面，哎呦，可是很可爱啊，哎，我你也很爱，你也很爱，不是吗？那也很喜欢，哇，姐妹吵架还好漂亮哦，我们干嘛讲？温柔的吵架，看他们两个漂亮女生姐妹吵架，没有火药味就冲到6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妹妹，你没有骂过她？没有，她很爱我，所以她不会骂我。对，那拥抱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好，画面好舒服，哦，好舒服，好舒服。
在有时候我结婚久了，看到某些画面会冲动了。昌明哥现在不是在开车，我们下期来拍卖，我们是在卖肉。好好好，好来各位，我们就今天这全部嗨卡嗨卡，买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吗？有一句俗话是这样讲，怎么样？买 Hello Kitty 的女生不会变坏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美心也美，是哪个？谢谢，是哪国？是要买这些东西，不是要买许维恩的。对，而且大家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成交之后才能获得拥抱一对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老师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先说你要出多少？你要出多少？哎，今天的酬劳。那是多少？小恩，你决定一下。八百多。台币八百是吗？像不了吗？宪哥，哎，宪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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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万块，五万块那么多，送给鹿儿，送给鹿儿，好不好？送给鹿儿，送给鹿儿，还是送给鹿儿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鹿儿去抱一下吧。还有没有更高了？哇，哎，老公，你既然举牌，你为什么要拥抱？威尔森也要，没关系，他想要拥抱。威尔森，威尔森，你会有鹿儿太热门，你会有家庭危机，你不要，不要给我五万，五万零一百。50100，来，威尔森，我想这一段婚姻也算是假结婚真敛财了。到底怎么样？你讲对吗？叫你吻他一下，你那里咕咕摸摸，对嘛？说是假面夫妻呗，自己太太。各位不要误会，我出8万。哦，8万？为什么？我为的是那个抱枕。抱枕？真的吗？这抱枕3.5万而已耶。因为它有许维恩的味道。但是，哎，有但是，有但是，哎，来来来，米可白，但是，但是怎么样？我是要给我家女儿用的啊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讲清楚嘛？将来你女儿，我家的女儿，自己要闻，她喜欢抱枕类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举凡任何狗狗啦，当然我也很爱狗，狗啦，买，宪哥，宪哥，哎，直接刷卡108000，10万，10万，不啰嗦不啰嗦，好不好？哇哇，只要。只要鹿儿开心，什么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哎，十万，哎，那Visa黑卡，黑卡，拿去刷，拿去刷，鹿儿拿去刷，108000，来来，有没有还敢拿？我跟你讲哦，是真的就直接刷了哦，刷，108000，刷，还有吗？好，108000，两声。宪哥，有人打电话来了，谁？哎，谁？你接一下，是 Kid，他有话跟你说 ，Kid 来了，哎，哦，是香港的朋友，对对对，雷猴了，哎，是有香港的味道，有港味，喂，香港味，恭喜108000，都没有，耶。姐姐的底价是多少？哎，这个很好，很有诚意耶，十万，差不多啊。姐姐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对啊。赚钱呢，直接就刷了。那你要给那个张老师一个拥抱吗？徐璐儿，可以吗？我吗？他就是要贪图。老师是跳出来，跳下来，急了吧？突然变得好灵活。你听我说，人家是拍过 GQ 的，真的。那不得了，名模是不是？真的，闭上眼睛，好引咎一下，好，谢谢，好吧，来来来，闭上，来来，这样才有感觉，拍过 GQ 的，对，才有 feel 嘛，哎呦，太好了啊，哇，好，可以睁开眼睛了 ，OK。12万元，哎，108000，成交！欢迎下一组，来。这些收藏还是冰山一角，鹿儿要常来节目才卖得完呢。为了宪哥买一堆东西，老公全部知情。满街懂事。宪哥说他要带海鲜来，海鲜要好吃，一定要用好锅。这个是铸铁锅。这个对呀，还有一个
是为了宪哥而满。哎呦，啊、什么？宪哥应该是这个吧？哎、欸，宪哥，你不觉得人家家里两个刚好两个够用吗？是有是行家在买的，但是底下这个就逊掉了，这个是民权板凳，没有还人家的哦。